多你看我的影片能让你有快乐美好的一天。嗨，我是鱼之兔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来。今天要来做什么呢？今天要教会你的就是这样子的效果是怎么样达成的呢？你只要有一只手机，然后一个编辑软体就可以达成这样子的效果。编辑软体手机的或者是电脑的都可以，只要有这两个功能你就可以使用这样子的效果咯。那到底要怎么做呢？等会告诉你。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给我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，按全部通知，才可以接收到我频道的最新更新。也别忘了留言跟我互动互动，留言我都会给你一颗爱心爱心哦。留言也可能会在片尾哦。那就进入教学画面哦。一般我们在拍 YouTube 的影片的时候，都是这样子把手机横着拍，因为这样子会符合16:9的比例，然后你的 YouTube 上面就不会有那个黑黑的边框。但是这个16:9的比例横向的没有办法达到我想要的一个效果，所以今天我们的拍摄的方式会稍微做一点改变。如果你希望达到这样子的效果的话，那我们拍摄的方法就要改变。我们拍摄的方法就不用横拍，我们用的是直拍，把你的手机用成直立，比如说在直播一样，这样子直立的方式来去做拍摄。那这样子的拍摄的一个好处就是，如果你有在经营 IG 的话，那你就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影片然后剪成预告，然后就直接可以发送到限动啊或是天文上面，这样子的比例是刚好符合 IG 的。好，那我们要的这个效果的话，你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拍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。比如说我现在要拍摄我的裤子，可是我这样子是看不到的，所以你请你调一下你的角度是可以拍到你想要的。比如说我要我的裤子，这样就可以拍到我的裤子。那如果要更细节的话，你就要稍微再去拉大，然后这样子。比如说我要背面，然后我短，好，就是要拍到你这个影片的重点。那如果啊你的效果要是更局部的话，你可以再补拍一些画面，然后让你在编辑软体上面是可以使用的。那今天我们要使用的编辑软体的功能就是，第一个就是翻转功能，第二个就是你可以缩放放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。这在所有的编辑软体来说都是最基础的功能，所以不管是手机或者是电脑都会有这样子的功能。你要稍微找一下你的功能在哪里，那我们会用到这两个功能来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。那我们就进入到了编辑后置的部分去。好，我使用的编辑软体是威力导演16的电脑版。那每一个编辑软体应该都有这样子的功能，请你找寻一下你的编辑软体的功能在哪里，不管是手机或是电脑，这都是一个很基础的功能，所以应该都是会有的。好，在这边你会看到，就是这是一个直视的影片，这是我上一支影片做的。好，它就是直视。那我现在是想要凸显就是我这个牛仔裤的部分，那请你注意你的影片的比例一定是要16:9，那我们要凸显这个裤子，这个裤子你这样看起来很小，那如果你是这样直视的放大的话，你就会显得也是可以，但是你有很多的画面都会被切掉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今天要用的这个是不会被切掉的，然后很清楚会看到。好，我们先回复到这里。那使用工具的话是威力工具，然后这里有一个视讯的旋转，那我是这边使用的是这个逆时针的旋转90度，把它旋转，你会看画面很小啊，都不是达到我们的效果啊，你在骗我吗？那我们就要用另外一个功能放大，我们要把视讯就是这个影片给拉大。好，这边你会看一下，就是说我会希望是在牛仔裤，我会尽可能的去拉大，然后到牛仔裤的部分，然后可以在上下再做移动，这样就很清楚的看到了你的牛仔裤的样子了，这样细节也会看得很清楚了。因为这个我还有再往下拉，让这个牛仔裤是看得更清楚的。
那我也有把腿抬起来来凸显它这个牛仔裤的细节。这时候你就是拍摄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，你希望你的观众、你的粉丝或者是看这支影片的人要看到怎样的细节来达到的。那我这样就会达到一个很清楚的牛仔裤，那我的所有的细节也不会被阉割掉。就是很清楚的可以完整的看到这一个牛仔裤，然后它的视角就很像是从下往上的这样子拍摄的感觉，但是其实我没有用另外一只再去做拍摄，就是纯粹一只手机到底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它达到这样子的效果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遅すぎることはない、いつかの描いてたキャンバスと現実の境目、消えてゆく新しい旅へと、今はあなたの声も届かない場所、駆け抜けた日々と遥かな未来へ、走り出せ自由の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给我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也不要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，按全部通知，才可以接收到我频道的最新更新。也不要忘了留言跟我互动互动哦，留言我都会给你一颗爱心爱心哦，你的留言也有可能会出现在片尾哦。我是鱼一兔，希望你看我的影片能让你有快乐美好的一天。那我们接下来这影片见哦，拜拜。